这个是这是你的吗？本人抢我杯子干啥呀？这个是我的啊，这个是我的，啊、随便用，全是陆航牌的。嗯。哦。哇，顾机长调酒好帅呀、啊！这个好像那个消毒液。是，哎。不觉得更像那个马桶里的那个清洗剂？是这个。这个绿加蓝加蓝是啥意思？嗯，飞向蓝天呀、啊，蓝加蓝。孙云，看着蛮奶的。吸管呢？先生，您需要什么？吸管。好了，没有，没有。那就拿杯子喝吧，给您打在茶里面 了，一口闷的。这样、那我就调好了。好，调好了，先蓝色妖姬啊。这样，现场有哪一位想品尝一下王凯本的蓝色妖姬，请举手。然后凯凯，你来选一位，让他来尝一尝你的这个饮料，好不好？无酒精的这个饮料。要不然我替你选吧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来选啊，让我看看。那一位女生，你穿了蓝色的衣服，你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请你到我的身边来，这边请。好的，来尝一口，发表一下你的感言，好不好？来对着正面这样，先尝一下。说实话啊，就是酸酸甜甜的，还挺好喝的，还行哈。还是感谢您的互动，请坐吧，带走，带走，杯子一会儿要还啊，结束了之后。好，来松韵，你来调一款吧。杯子还有。那我来一个向风而行。哦，向风而行就是里面谢部长给你喝过的那个、对吗？对，这是糖浆，这是糖浆。不是，人家是不是会不会齁死了一会儿？一会儿选择这位的朋友啊，轻轻舔一下抿一下就好，好不好？舔度超标。哎，我撒你啊！好坏呀、啊，倪总。哎，为什么要这样倒？对，你这还挺专业的。让它悬浮在上面吧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哦，就是让它均匀的在表面，要不然直接下去了。这样可以成功分层，对不对？再来个柠檬。嗯。是吗？对，那个黄色的吧。OK。哇哦，这个卖相真的不错，如果我们不想到它里面是满满的一杯糖浆的话。满满一杯。好，这样松韵选择一位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大家举举手，谁想喝一下松韵的这杯我们的特调。那来，这位先生您来吧。向风而行。来，请您到我这边来好不好？嗯，好，我帮您递给他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松韵。来浅尝一下啊，尝一口，然后发表一下你的感受。慢点，说一下感受。完美，完美，甜吗？特别甜。刚还说了个什么词儿？绝美啊！绝美。他说特别甜，但他喜欢，咱们就信了，好不好？那好，感谢您，来，请休息，杯子一会儿要还啊。绝美。他还要再喝两口。要实在是喝不下去，也不用勉强自己、啊。他边走，感觉他还边想继续喝的样子。哦，干了！牛牛牛。好了，大哥好了。来，我想拿瓶水给他。是拿瓶水续杯吧。谢谢您，太赏脸了。哎呀，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松韵，谢谢松韵。拿个水。来，子东，你调一个。我就做一个。